如果想去我们家逍遥，究竟我得三重十二口人，看你有没有这份决心去我家逍遥。为了去逍遥，我豁出去了。我这个人不太难度。第二关，重庆麻辣猪脚。这个太简单了嘛。嗯，这事儿真的。第二关，四川并排紫青椒腊鱼。就这个，我分分都吃完。这小伙子还不错。第三关，超级魔鬼辣冰台街，这里面叫做魔鬼辣椒，保证你受不了。我一定会去到逍遥。你连三个都受不了，还想娶我女儿？你不配！哎呦，你有精神了！不，我还可以，我休假在这，我证明我对逍遥还是真心的。哎呀，最厉害就是师傅了，你肯定不能成功，有你真心爱逍遥，你哪里能证明嘛？逍遥，我知道我这个穷样子配不上你，但我一定会尽我最大努力照顾你。这第二关键，每个男子还要把你身份证才能购买，代表我爱你一辈子的承诺。我愿意为你上刀山下油锅，只要你愿意嫁给我。你想让你做我女儿，那我没有心，我绝对把女儿交给你了。嗯，我愿意。我就是没戒指嘛，我都买了好几枚了。你懂个屁！这个钻戒男生也是值得买一枚，敢送第二才能证明一个男人真正的勇气和承诺。你敢送吗？